谢谢您观赏如何正确洗手的影片。最能够预防您家人生病的方法，就是以正确的方式洗手。以下是简单三步骤。第一步，在流动的水下用肥皂洗手。第二步，至少要搓手20秒钟，手背、手指之间、指尖、指缝、手腕和大拇指也记得要洗。第三步，将肥皂冲洗干净，并用擦手指或烘手机将手擦干。如果您特别关切周围环境的卫生，可以用擦手指垫住门再进出。如果您在家里，利用毛巾擦干手是很安全的做法。要是您没有肥皂和水可以洗手，可以使用酒精成分超过 60% 的干洗手液，如此也可以达到清洁杀菌的效果。有关详情请浏览 sfdph.org 网站。